日连诗雅与杨爱瑾一同前往出席 NIGO 签名活动， NIGO 本人更是为此次活动专程由日本飞往香港举行签名会。中间来的这么高领导，中间来的领导。据悉 ，NIGO 与嘉宾们齐齐迟到，以致签名会延迟举行。在连诗雅与杨爱瑾接受访问时，他们均称自己没有迟到，但因香港交通混乱，所以如果迟到，也希望记者朋友能体谅。有时候香港的交通，我觉得真的比较混乱一点。那我们也希望，可以每一个工作也是很顺利，还有准时。那如果有时候啊、真的迟了一点点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吧。谈及约会迟到，连诗雅称如有朋友迟到，会先了解情况，然后提醒他们下次早出门。杨爱瑾则表示，如果有朋友让自己等太长时间，会不开心。都会了解，可能因为他们会很忙啊，还有可能交通遇到意外之类，所以我都会先了解这个情况，然后再跟他们说啊，如果真的就是出门迟了一点，下次就记得要早一点出门啦。如果我们等了很长很长，好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这样就太夸张，我也会有一点点不开心这样子。